IT Chat Room。欢迎大家嚟到 R&B High Tea 啊！我系 Region， 大家好，我系 B Chill。哇，今日咧，大家好，哇，已经有人自己出嚟啦。咁究竟我哋今日嘅 R&B High Tea 贵宾系边位咧？近排有首新歌咧，我觉得好好听啊！讲诶，100岁究竟个 memo 咧，即系备忘录究竟系点样噶嘛？我哋有 Suki 啊，石永利喺度 ，Hello，Hello，Hello， 系啦，你好啊。好啊，系，即系我哋咁样介绍，通常咧都系话女神啦，但系呢位咧特别啲啊，俾人私有化咗嘅女神，你已经系啦，阿邓生，阿邓生私有化咗佢啦，太幸福啦，真系。咁啊 ，Suki 啊，咁咁难得喺我哋即系加拿大嘅空气度出现啦，咁知道近排有首新歌啦，不如介绍一下你首新歌啦，俾你去介绍下啦。一百歲備忘錄，其實呢個歌係呢一首歌其實係講希望大家可以珍惜對方啦，呢個係最簡單嘅一個說法啦。而其實深入啲，其實係想希望大家無論係友情啦、愛情啦，定係親情啦，各方面嘅關係上邊，如果你係好愛對方嘅，都好好記得對方為你所做嘅一點一滴。記得佢嘅好咯，咁呢一樣嘢係維係關係嘅一個最好嘅方法之一。係睇嚟都好有即係心得咁樣喎，係啊，係啊，係啊，因為其實以前嘅我諗我唔會咁樣諗嘅，我比較隨性一啲。咁我係一個比較偏向男仔頭啲嘅女仔嚟嘅。但是不是不好的，即是隨性一點，但是就有時候會很容易忽略了譬如朋友啊，或者是親情又好，或者是愛情又好，即是一些對方的感受咯。這個是我這兩年最大的體會，所以就寫了跟林若玲這個作詞人，我們就談了，就說不如寫一些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東西啦，這樣。是是，我覺得 我很感恩的是因為透過這個疫情令到我想清楚很多，原來可以做多些去為對方好的東西咯，那花多些時間去锡对方咯，即系呢样嘢，我觉得系疫情带俾我一啲同以往好唔同嘅嘢。哦，哇！呢段说话咧，真系要 clip 翻俾阿邓生听。我谂佢听完之后咧，佢都哇个心好窝心啊，甜一甜啊，甜一甜啊，即系佢应该感受到噶啦，系咪啊？我已经做晒，已经明白晒噶啦，已经系咁但系咧喺即系疫情嘅时候啦，咁譬如做音乐咁样啦，同之前可能即系叫做比较 free 啲啊。去哪裡都比較方便的時候，有沒有一個很大的分別在這裡呢？其實現在變相就多了網上的訪問啦，就用 Zoom 啦，其實我覺得這個都是保障大家的方法，但是變相有一個不好處，就是有時候真的很想見到一些 DJ 的朋友，一些很久沒見的朋友，但是都很可惜不可以真人見到，又不可以請他們吃飯我們 miss 了餐飯等我來加拿大的時候再見大家。好啊好啊，也是這樣的，因為這樣的機會才能夠是越洋，即是我們慣了做這個網上的訪問，我才找到 Suki 你嘛，如果平時那些很難的，等你親自過來的時候才能，不會難的，不會難的，我是掠飯型的，通常這個是我的榮幸來的。哎呀，不要而家系独立歌手嚟嘅，系咪冇啲咩掣肘咁样啊？想谂到乜嘢做啦？咁梗系一个好自由嘅事啦。咁其实以前有公司都幸福嘅，因为唔使自己去哇头痛多个资金嘅问题啊嘛。其实喺2015年，我已经同阿邓生两口子组织咗我哋嘅独立音乐室啦，咁就好犀利嘅。由即系点解我话好犀利？因为我哋得两个人，从来都系得两个人。两个人嘅 production house 专属系你哋两位嘅咯，系系我两个人嘅，即系嚟嚟去去都系我哋嘅啫。咁变相即系好好玩咯。由我哋2015年乜都唔识，碰碰跌跌去经过朋友去学点样去制作一张唱片开始，到而家啦，2021年。咁其实最有趣嘅地方就系、是，原来都仲有嘢学嘅，好多嘢都仲可以 update 嘅，即系 upgrade 自己。想当年喺2015年前嘅自己，其实我系一个都
啊，當唱片公司同你講話有首歌啦，你又要學咗去唱啦，咁然之後唱就入錄音室啦，就係咁嘅啫嘛，即係你點會諗到咁高簡單噶嘛？係啊，原來幕後嘅音樂人員咧真係好辛苦，好辛苦。所以而家系识得更加感恩咯，所以系啊。不如我哋今次咧转一转啦，讲下话，譬如话系拍微电影嗰方面咧。這个系真系非常之有趣，系都系呢几年咧爱上嘅一个系咪叫副业呢？因为我成日觉得唱歌先系我嘅正职。正职歌手身份多啲啊嘛，得闲做下戏过瘾咁样啦。因为其实做演员同做唱歌就真系好唔同。做演员就被动好多，更加被动，即系你永远都唔知道诶个机会几时会嚟。但是好感恩就是香港有一个叫做创家作的微电影比赛啦，咁就是政府的一些funding举办的一些比赛嚟嘅。咁我在第六届同第七届其实都有参与，咁但是第七届就真的可以同老公啦。两口子啦，有两个人，两个人嘅 production house 好犀利，好紧要啊！呢个好劲，好劲，好紧要，就去制作咗我哋嘅微电影 Dreams Come True 啦。呢次我嘅角色其实都有趣，一人分饰两角嘅，咁就系做一对考验演技呢个啊，我都几挑战下喎呢个。最正的是阿鄧導就即係可以俾我做呢個角色啦，而好感恩呢次嘅微電影都喺 LA 嘅一個比賽入邊都贏到一個獎項啦，導演。好嘅，好嘅，哇，好嘅，多謝鄧生，多謝鄧鄧導，好嘢，鄧生，鄧導好嘢，鄧導好嘢，導得非常之好啊。冇錯，亦都喺呢個比賽，咁我又拎咗女主角嘅金獎啦。哇，演得好，演得好啊！哇，石小姐演得好，好嘢，好嘢。我从来不知道自己可以拎到呢啲，我冇谂过，因为我觉得太遥远啦。系啊，即系平日都唔会谂到，做演员原来可以咁样，之后有个奖项，都几过瘾。之后自此我就即系迷上咗做演员咯。其实之前都中意咁，但系而家系爱咯。虽然话 close 即系好似两口子咁样咧，关系好 close 好方便沟通大家，但有时会唔会话可能佢对于突然之间对于自己嗰啲嘅即系艺术方面好执着嘅时候咧，可能佢会有猛疹情况出现嘅喎，会系反而会影响大家咧。哇，你真系咁，你真系咁样讲嘅喎。唔系佢真系好。哇，你唔明噶咁样，我真想咁样样啊咁嗰啲咧，真系会系话你跟咗咁耐，你都唔明白。我記得我哋拍攝嘅時候，佢係發咗一次好大嘅脾氣。咁點解係我自己衰？係我自己嘅問題，唔係真係唔關佢事。因為咧，我哋個資金真係好有限，而且即係秒秒都係一個真係我哋要 on schedule。如果唔係，就真係大件事出事啦。係啊。咁嗰陣時我就因為有一啲鏡頭咧，我哋係要做一。啲後期嘅製作嘅一啲CG 咁樣，即係妹妹同姐姐，即係我冇理由真係有另外一個分身噶嘛。係啊，咁變曬可能喺畫面上面有啲嘢咧，即係譬如個水樽唔可以喐嘅，咁我唔小心咧就喐咗佢。哦，就唔演戲啦。係啊，咁就即係你知道換即係轉場景或者咩，我哋要 set 燈要都一段時間咁樣噶嘛。咁變相我係抵鬧嘅，咁而且。我當其時我係唔係因為佢鬧我，而係我覺得我自己好內疚，然之後咧我踎低咗喺個場口個櫃台嘅下邊嗰度，自己飲泣咗五六分鐘，因為我真係覺得好對唔住佢哋啊！係啊，哇！淨係呢個場景都好有戲喎，我覺得好，但係可惜拍到拍到呢個係啊，嗰個戲係自己嘅都係好悲哀嘅戲嚟嘅喎。啊 ，OK， 唔係個戲係開心嘅。好啦，咁亦都係期待 Suki 嘅第二 part 啦，今年第二 part 啦，可以好快真係出嚟俾我哋聽到啦，聽下嗰個感覺又係點樣咧？係啊，同埋多個方面嘅發展都睇啊，都要聽啊。係啊 ，MV 又睇啦，微電影又睇啦，真係電影。有睇啦，有機會劇集又睇啦，歌都聽埋先。哇，乜嘢都聽到 Suki 啦咁樣。係啊，Suki 啊，好啊。但係呢位員工可以加入嚟啦。好，多謝咪？哇，得到 approval 啦，已經係老闆啦，多謝老闆啦。係啦，買下午茶啦，揾我，你哋俾錢不過。好啦，咁啊，今日咧唔該曬 Suki，thank you，thank you，拜拜。